他说这一网最起码300斤啊，慢一点拉，慢一点拉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下过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呀，这啥鱼啊？哎呦，我管这啥玩意？哎呦，我去！这个是游在外面，在里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嗯，哇，这个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那个什么玩意？哎呦，我老天爷啊！那个完蛋了，他网已经被撕掉了。 哎呦我请啊，我八的菜苗子啊，那个是，哎呦喂，我老天爷，快来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野塘爷啊，快点快！那什么情况？那个什么？哎呦，这个是啥玩意啊？啊？这干嘛了？那个是干嘛的？哎，被砸懵逼了吗？这个被砸懵逼了。